有新挑战，因此而产后复出，分享妈妈经。有些女星在事业上步入新台阶，而有些女星则是在生活中有了新挑战，荣升辣妈的应采儿昨天一袭修身连裙现身北京出席活动，这也是她自7月1日产下儿子 Jasper 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。面对镜头，应采儿就跟大家大方地分享起了当妈的感受。当妈妈的感觉就是自己的妈妈很重要，对，现在就是我要常常巴结我妈，然后我妈才能帮我看小孩。之前是足不出户的去带她嘛，可以，这都是我做的。女性就是不一样，生完了以后有，是自然而然会有那种母爱去做每一件事情，比如说洗澡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帮她洗，喂奶啊什么都，就是都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就会了。没想到娇生惯养的应采儿照顾起儿子来应付自如，令人刮目相看，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本能吧。不过尽管初为人母的新鲜劲儿还没过，应采儿却在教育儿子方面很快有了自我定位。因为现在其实说真的是我爸妈在宠，就是我老一辈的人都特别宠，应该家里现在最严厉的就是我吧。你想想看，我都做老婆这么严厉，做妈肯定的，而且我应该是唯一一个不会宠他的人，所以我要坚持下去，否则就出了一个那个混世魔王就不太好了。对老公陈小春严厉也就算了，这儿子才出生不到3个月呀，应采儿你果然是河东狮的典范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在何时复出拍戏这件事上，应采儿还是蛮听老公话的。他是希望今年先别接，等他做完演唱会然后我再出去拍戏可能比较合适。也不会啊，拍戏也挺累的嘛。小编觉得应采儿你八成也想偷懒吧。